哇，现在呢，我们下午的时候从台北出发是30几度哦。那现在呢是在哪里呢？我们现在跑到了在清境，哦，清境这边的话晚上超凉快哦，对比差非常多，完全不用冷气，哦，纯天然的，它是纯天然的哦。我现在一股凉意就出来了，现在不过是六点多，它就已经很凉快很凉快了，开始凉快的感觉。你看前面那边好像看起来那个云彩非常的漂亮，太阳下山的云彩。然后我们要介绍呢，这是它的餐厅的部分。餐厅的部分呢，有吃晚餐、早餐都在这边。好，那晚餐的话呢，它采用的是火锅的做法。它一套火锅的话呢，它是双人份的火锅。双人份火锅的话，它有分三个口味，就分麻辣的，麻辣的，好，再来是那个这个是日式的。好，麻辣的跟日式的昆布，还有一种我们没有点叫南瓜，田园南瓜，田园南瓜。那如果是双人的话呢，日式昆布的话是660，那田园南瓜是750。那它还可以，如果你肉不够的话呢，还可以再加点肉的话，牛肉是180，然后猪肉是150，去加点这样子哈。好，还有分哈，双人份的话，如果是小朋友喜欢吃的日式口味的话，不辣的话是660，两个人一套。那两一套的话，菜盘它这个是两人份，哦，这么大一个 大菜盘是两人份的菜盘，再搭配呢，这是两人份的一个肉，两人份的肉这样子。那两人份的那个菜盘的部分呢，哦，它的料就是有高丽菜，好，芋头，好，玉米，好，一些佛手瓜，像这佛手瓜，还有这大陆妹，还有菇菇，哦，萝卜。好多部分啊，这边有丸类，丸类的话有贡丸，有杏鲍菇类的，然后这有甜不辣，然后这个是冻豆腐的部分。然后如果是菜的部分，像比如说这个高丽菜啊，好，菜盘的部分哦，有隐藏版哦。高丽菜的话就是高丽菜、佛手瓜还有大陆妹这三种，1、2、3，这三种的话呢吃不够是可以再续的。好，那其他就不能续哦，只有高丽菜、佛手瓜以及大陆妹这三个是可以再续，吃不够可以续，那其他就没办法了哈。那牛肉的话就是一样，两人份的一套一盘，这是两人份的部分。那这是麻辣的汤底，哇，好香哦，麻辣汤底。那这是小朋友可以吃的，就是日式的这个，好，日式的这个。然后呢，还有一种叫和风，哎，不，一种叫做田园，田园这是什么？田园的，看一下这个，刚给你看一下。这个田园的南瓜，哦，田园南瓜，小朋友可以吃南瓜的或是昆布的，哦，那像因为隐藏版的是麻辣的话，就喜欢爱吃辣的就可以吃麻辣的部分，爱吃辣就吃这个，好像爱吃辣的部分就吃这个，啊，如果是小朋友的话，就是吃两种，一个是南瓜的，那一个是日式的，哦，这种可以选择，哦，所以这是两人份哦，这是这样一套是两人份，660，哦，如果不想出去的话，晚上乌漆抹黑的。在这边吃的话是660，好，给你们介绍喽。肉盘不够都可以单点，单点哦。好。